有一档股票十月的吼纯益年增267%，太飙了吧！想知道是谁吗？当然喽，看节目喽。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。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全投顾界最美的分析师，最会驾驭标股长辈股的老师，华冠投顾我们的安控女王、生技女王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。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在节目开始呢，先来恭喜狂贺一路追随甜心的好朋友们，我们的安控抢抢棍，生技不止宝瑞赚，宝瑞从210、280还请你加码买好买满，一波涨到了475，长辈股倍数翻价差265块。那么再来，生技不止宝瑞赚哦，我们的美食持续的喷出，相关产业就是让大家赚很大，恭喜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撸碳撸贼呀啦！哇，这种感觉就是好哈，舒服。哦，今天哈一看到美食哇，又冲出去了，是啊，又创新高了，哇，这波真陡啊！好，量角器拿出来量一下，漂亮啦哈！当当，好，生技可以看哈。这今天的生技是有一些股票部分强势，然后呢，资金盘面的资金有移到什么 IP 股是好。那其实呢，就像今天节目侧标我跟各位讲的，盘面的轮动结构是不变的，是不变。类股的轮动结构是不变的。来哦，你现在看一下大盘的 K 线，好，各位看一下哈，今天是收在14784点，对，平话我问一下哈，会不会觉得15000好像很近啊？一万啊啊，我不就隔天就到了吗？哎，我没讲哦，很快呀、所以各位看到，对，所以我常说，行情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中，对呀，产生展开了。当你害怕，好，当盘是在拖拖拉拉，我也讲过啦。拖拖拉拉的盘是最强的，就是、最强的走势就是最强的、啊，没有改口过。那今天提醒大家一下、晚上啊，美股是休市的，感恩节，美股休市不用看美股早点去休息啊。讲到晚上，晚上这边讲一下哈，来各位的粉丝、好朋友、亲爱的会员、好朋友们哈、有妍希私赖的，大家好朋友们，给妍希哈。我给大家小小的一个要求。好好好，什么要求？晚上10点过后，希望吼大家就是要问问题的尽早。十点过后吼，给妍希一点时间。晚上10点过后还有人赖哦。叫歪呢？没有关系，我知道。我说过，我既然开放我的 LINE， 我就希望能帮一个是一个嘛。然后不过有些时间我要稍微就是集中精神一下，然后我要找一下资料，所以现在跟大家有一个共识，好不好？好，晚上10点以后的 LINE 哈，我应该就是比较没有空回了。那我隔天再找时间回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重复一次哦，我不是不回。晚上十点之后呢，延期后要花一点时间看资料。对，好，要所以10点过后的 LINE，我们尽量把时间留给老师自己。对，好好，然后后要问问题的后就是隔天再问，或者是说10点以后你有问，我可能没有空回，我就隔天有空回，这样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了，我会回来哈。好，这样子好，拉回来哈，你可以看到，台股今天也是跳出去，是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哈，也是很漂亮。好，那再加上美股休市，所以啦，这两天啦，我们内资啊干嘛要起来跳舞了？哎呦！这两天其实尾盘很明显，这两天讲白了就是台股先走自己的路。对 对，好，我们看看呐、看看有没有选举嘛？选举行情这两天先喷一下，有没有？有，好的，不要说我说的。反正老师的铁粉私房菜已经给大家了嘛，哈。对，拿出来上课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其实铁粉私房菜这样看后，哇，老师你的股票怎么碎当当当当那碎我够好谈的呐！我说过里面就是轮动轮涨，有的这一波后反弹很漂亮，有没有 U 型反弹？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绩优的，是那种后跌很深很深很深的3035就是跌很深啊。各位看一下3035是不是创高以后震荡？是，哎，不小心好像又要创高了，又打把臭扑鼻呀，有没有感觉？有，
所以我说后，你当你跟在妍希，不是说后股价一起175还问我要不要买，而是后我们买的价钱不就在130附近吗？啊，对呀，各位记得吗？是要有这个概念，就像说回过头把 K 线回推，对，3189，我十月中叫你用力买，有的，闭着眼睛买，没错没错。好，有多少钱买多少钱都好，这种股票你一定敢压，当然啦。好，你不会告诉我量小，每天成交量好几千张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呢，窄板三雄嘛，是啊。好，那我买的成本90、91、92，九字头。妍希你怎么这么鸡婆啊？公开操作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很喜欢哎、欸，都不藏私哎、欸，没有关系 啊，大家一起赚啊，有钱大家一起来赚。我只怕说后我讲的这么清楚，你还赚不到，就像我不知道怎么要怎么帮你，真的、哦、对，有时候我是会在思考，我每次讲节目前或是在 Line 上面的一些文章后、我会思考到说我要怎么样的角度去切入各位。哦，好朋友，其实老师，不管是赖也好，或者讲当中讲的、他其实讲的非常的清楚，直接 open book 给大家。如果你真的还不会赚，赶快跟紧身边啦。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吼，你看哦，艾斯摩尔要来台湾嘛，对不对？吼，然后呢，美光也要接种来台嘛，是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台湾的那个晶片法案一月要上路了，对，它这里面就是对非常多半导体产业的租税减免、甚至研发费用可以抵税。嗯哼，这个问题吼、大家就要知道了，这是不是会加大国际大厂来台投资的力道？当然啦，非常有机会。哎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道、欸，哎，对啊。那台湾以后半导体的聚落会越来越完整，而且会集全球的大厂在这里。那我问各位。明年要不要赚大的？当然要赚大的啊！不就是这个概念吗？老师已经先预告给大家，明年我们要赚大的喽。所以明年要赚大的吼，即便这边是震荡，逢低，你都要懂得布局。对，没错，而不是说后来1795冲出去，老师，我还想买它，不是这样。哎呀呀，真的操作有时候要改，不是说6472冲出去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这里再买？欸，不是冲出去了，大涨了，创高之后才来问老师还有没有？举例嘛，宝瑞210我就买了，280我还加码。对呀，哎，这不是到股价到460，你问我老师我要买、？No No No， 老师早就让你赢在起跑点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认为吼，操作是真的要有纪律，而且要不急不徐。是。就是因为我的不急不徐、就是因为我的深耕产业，各位赚的宝瑞有没有很轻松？当然轻松啊，倍数翻长辈股哎、欸！再来、安控是的，就是因为我不急不徐，有没有看到？深瑞是的，现在都变成什么长辈股的候选人啦、是啊，哎、鱼北北了哦，哎82%这一波，为什么讲鱼北北？吼，铁粉私房菜拿出来，我完全没有跳脱这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强势主升，第一个挂头牌的、就是深瑞呀！哇，老师，股票喷出前你就给各位了、有哦，各位都可以比对日期，看看清清楚楚 ，K 线会说话。股票喷之前我都给各位了，11月11日给的。对，那各位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下安控的概念，你可以看到这张字卡，我九月就给了啦，有的，很早啦。那个时候我一直跟大家提醒我说安控这种产业就是跟国安。国际就是国家安全、还有国家战略、这些是有挂钩的，对，这些是会有关联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关联的、那既然是有关联你就不要小看、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政策扶植的产业嘛，是的，而且重点来啦、全球现在都想要干嘛？去中化，当然他就会想要干嘛？换，是换所有的设备，哎呀，干净网络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、所以你看九月精锐还没涨我就给你啦，奇友还没涨我就给你啦，没错，深瑞天越电航特通通都是在地板给你啊，9月21日就给了耶，11月再给一次耶，3128来，9月给你股价在这附近，对呀、有没有？11月这附近你都还可以拉回买，创高回落，轻松买，它还是站在月线上啊，是的，创高回拉回，我们还在月线上啊，那我们再来想10月中，我在跟各位讲台积电的时候，我说当下。我是不是带着你买窄板，带着你买班卡，然后 IC 设计、被动、安控、车用，是不是在10月中叫你干嘛？所有的买好买满是有的。那你现在看一下，你只要
正常拿这样 K 线出来看，是不是都买在相对低点？对呀、啊，就赚饱赚满啦。我不是最低啦，我说过啦，我是人呐、啊。但是老师，这个波段你真的也很好赚呢、欸。来哦，我们看一下深瑞哈、哦，深瑞它本身的产业，我说过，你把产业看透，一定要，你就知道它能不能涨。是，你看哦，它前三季的营收结构在什么？倒车系统有，倒车系统不就是现在最夯的车子？啊、没错，好、哦、对不对、嗯？然后前三季的税后存益5741万，这叫年增2.15倍。哇塞！我讲后，你现在看到前连两季干嘛？毛利率是超过30%，主要是车用嘛。哦、我之前有讲过、嗯嗯嗯，好，它除了车用，它还有医材的、嗯。重点来了，10月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后是11月嘛，对，11月下旬。好，因为主管机关要求，对你股票太会飙了、啊、然后要你自结10月。的税后存益、啊、要赶快把成绩单拿出来、哦、对、哦、他现在已经自结税后存益年增 哦听好 哦267%。哇哦，我讲个白话文好了，他今年每一季都赚 0.5 上下嘛、哦、那但是十月、哦、一个月是就赚快 0.5 天哪。那换句话说、嗯、我们再一个总结，是等于今年整年的获利是的会赚赢去年、嗯、而且不止赚赢去年，是去年的2倍到3倍、欸、不止赚赢，赚赢就很厉害咯，还赚赢去年的2到3倍哦。再来 哦, 哦再来哦，这张纸卡还没动 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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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再来哦，有没有看到巴德二厂？有六月市场，对不对？对，开始要市场，有新增产能，嗯嗯，会有现在厂房大2到2.5倍左右。哇、wow、哦，来，这个我要讲一下，为什么资本支出？对，我已经公司看到2025年的资本支出，明年2023年，换句话说、嗯，我是不是等于2023、2024、2025？嗯，高成长阶段，没错，高成长阶 段，再把产业的概念拿出来。我说过了，你任何时候的眼光放在需求起飞，没错，高速成长，你的股票就很容易。变成长辈股啊，不就是我每次怎么做我就怎么说吗？哎，对，哎，这个观念其实根深蒂固，讲了很久了耶。包含还有啊，这里面潜力黑马通通都有啊，我的标股都事先讲了，为什么？先给大家了。新胜利今天也很漂亮，有啊？为什么嘞？耀盛金居也很漂亮，是的。这些后产业我都讲过非常细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后就是股票还没涨，你要懂得。好，领先布局，当然不要每次股票冲出去了才来问老师还有没有，这样了解吗？清楚明白了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老师带您看的是未来，赚的更是未来，即便是、欸、市场没有人在讲，但是你已经先把眼光放在这个族群个股上面了，你才能够赢在起跑点，赚在起涨点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连这么裸露坦白的告诉你、欸、标股甚至产业你都没有办法操作没有办法赚的好朋友们，跟紧脚步再来，还不是我们的会员好朋友，先把老师的 LINE 带来身边，五张 LINE 五 Bobby LINE 的 ID 广中来告诉你咯。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您加 LINE 了吗？ LINE 的生物局的账号有订阅 YT 频道的好朋友们，视频的左边有 QR Code 直接用扫的，还不知道的好朋友们，广告中都有说 ID 的位置，赶快来把老师的 LINE 的生活圈带在身边，随时给你叮咛给你提醒。而一路追随老师的好朋友们都知道，老师深耕产业，股票还没有涨都领先市场，请您第一档卡位布局，不仅让你赢在起跑点，更赚在起涨点。昨天其实有很深的感触，老师说我们就拿创意来说好了、哦、创意呢现在有人喊哦，目标价是800，那时候850对不对？对，老师请你买的时候400出头块耶，你看你如果说你是听信息这边，对呀、啊、哎、欸，这个高低差很多，这个情绪差很多，为什么、欸啊、因为这样回落回落回落，你已经很害怕、啊、老师这个盘还要不要崩，还要不要崩，真的能买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我不就十月中叫你买好买满吗？是的、嗯、你就这样看啊，所以我说我每一只你都可以赚正，有没有？你只要随便拿一只出来股票都是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看哦，创意你现在看
回头来看，不就是十月中就是低档吗？有啊，你看看3035同样也是啊，同样嘛。嘿呀，该动作的时候就是要动作嘛。对啊，就连今天涨停板的美食也有外资在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他又喊到350了。哎，十月的时候有没有看到150附近而已？是啊，这个还不用讲，我之前后六月就在讲了。记不记得六七月？你看还有128，这档老朋友了啦。我说过，生技要有耐心。当然，如果你自己自视哈，我说过人贵自知嘛。对对对，人贵自知。像有些好朋友就说：“老师，我没办法做，一直爆的。”那你就不要买这种股票。对对对，对这种哈，我觉得你要了解你的操作习性，再进来股市，才会比较。轻松啊，对对对，好，有时候赚钱哦，不要这么辛苦。是啊，就像我去年好了，我说赚钱不要辛苦，我就很有感触。为什么？我去年哈，从年头到年尾，我就是照我的习惯，对，任何的时间，我的眼光是放在成长的轨道。没错。那去年我知道盘势很好，因为台股上涨到18000嘛，创历史高啊。对啊，但是呢，我只问你嘛，你去年有没有像我这样可以做到10档？长辈股，十档长辈，所谓长辈是股价翻倍再翻倍哦。你看到第一档挂头牌的，就是年初做一趟，年尾做一趟，两对加起来310%，等于翻四倍，对不对？四倍是啊，这就是四倍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我的股票就是非常有延续性。那这个是谁拉的？是市场的共识，也不是我吼。一个人在这里讲就拉得动的，但是老师是独具慧眼了。再来一个重点哈，我也说了，去年我做了像雅信啊，还有宅板啊，有没有像智源这些哈？很多人今年同样来问我，哎，对耶，同样啊，是啊，同样这些股票，因为老师你去年把它做成长辈股，股价都是翻一倍两倍以上的，那你一定是非常了解公司的本质嘛？对啊，产业的部分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今年来问我的好朋友，就像拿宅板来讲，好，我过完年就没再讲啦。对呀，那你五月来问我一次，我是不是挡你？然后呢，八月来问我一次，我是不是挡你？八月老师可以买了吗？同样，3035也一堆人来问我。对呀。我是不是挡你各位？因为去年老师你都把它做成长辈股，当然今年要问老师了。那但是我今年可以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下手？今年在大家最恐慌、最害怕的时候，所以股票后不是说买同一只就你一定会赚呢？那个价钱差很多呢。那个 timing 点很重要哦。就像智源，我这一次出手大概130附近，结果呢，你出手很急嘛，250啊，一来回就想要。现在呢，解套了没？还没呢。心很累齁，真的心很累，心很累齁。所以老师的话要听了，我真的是呼吁一些齁粉丝好朋友或是投资好朋友们齁，在股市里面真的功课多做一点，真的要够了解产业，而且呢也是多你旁边多一点像妍希这样子的，会挡你的。对，我有时候讲话很直接，没错，但是我认为还不能买，我也是直接跟你讲，我还不想买啊。坦白告诉，有没有？就像创维也是同样，我去年把创汉维做成长辈股，同样五月来问我一次，八月来问我一次，到现在我也没跟你说可以啊。对呀，那你没有看到他现在的走势吗？还躺在这边呢。对啊，你这段时间你把钱买3035好了，是不是漂亮多了？哎呀，开心多了啦！你买3443是不是飞上天了？对呀，赚到翻天了！你买6472这一段时间，你的财富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赢过别人了，好多人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清楚明白。老师的话非常的中肯的，不能买就是不能买，但是我还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说你真的不会分辨、不会操作，赶快跟紧甜心的脚步，甚至把老师的 LINE 带在身边。吴家赖、吴波比，当然记得10点之后千万不要了哈。10点之后的时间留给老师，老师要看很多。谢谢大家。当然，想要标股买的先知赚在先知，赶快跟紧甜心的脚步喽。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。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。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